见，好久不见。要不要讲一下，今天超多粉丝来，很多铁粉。有点惊讶，也很感动，也很开心。因为其实基本上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跟大家就是有特别特别公开的一个活动跟大家见面了。那除了自己有保养之外，也会 care 说另外一半就是有没有绑？会啊。我觉得基本上是也是要看发质。我也有一个，应该是说一个传言吧，应该算是传言，我还蛮相信的。如果你的发质或者就是你头发比较硬，偏硬的话，脾气可能会比较大一点点。对，然后这是我自己可能就是有听过或者自己看然后研究。那如果你发质就变得比较你的头发是柔软又顺的话，可能脾气会比较好一些些。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好像有时候见到面，然后我会就第一次合作的男女演员的或者是谁的嘛，我说我可以偷摸你的头发一下，然后就好摸啊，然后摸后才发现啊，脾气很好是不是？有啊，对啊，啊脾气不太好是不是？比较，如果比较粗的发质的话，可能会问，你是脾气会比较冲动一些些吗？是吧？脾气比较硬，我不敢说，我下次从今而后我就可以跟你们说。所以可能就要多多再研究看看。那过去合作过像平尼或是佩子啊，他们的发量就是发质啊，发量都足够啊，发量没有。发质呢？你有？发质我觉得他们发质都老实说我会看，我特别会看。我觉得像你现在的头发就是顺，你头发都顺，我觉得自己有在 care。一眼或第一次看到的时候，都是他们的发质都很好嘛。但是因为拍戏久了，然后又疲劳，可能也会影响到。那这时候我就要推荐他们 ，Harry 说。那可以忍受，就是对方另外一半就是多久没洗？多久没洗？我看一下哦。3天。我老实说，只要你能受得了。可以多久不洗，那就是你的事。我会觉得，那当然我会觉得，你有没有洗头发？好油，看你能忍受我可以做多久。那还是摸得下去吗？因为有时候男生会不会动，还是直接帮他洗？洗没有自己洗。那有帮女生吹过头发？有啊，我觉得这个蛮浪漫的，而且就是。以前偶像剧必备的一个情节，都会有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自从也老实说，就是从偶像剧出来的一些情节，其实真的还蛮浪漫的，也是在私底下生活，私生活也可以安排小情趣这样子。对，嗯。